怎么可以呀？带来就是给他玩的嘛。来，叔叔抱抱。来，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刘明天病了。病了？感冒了，心情也不好。我顺便给他买点吃的。啊。来，小青安，再见。叔叔再见。指导员。嗯。有事吗？算了，有事说吧，不用见外。我家还写鸡蛋，能托你捎给刘明天同志吗？啊，当然呢，我替他，也替我们全连同志，谢谢你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不吃，身体怎么能顶得住啊？这鸡蛋可是李老师给的。李老师，他听说你病了，给了好多鸡蛋。快吃吧。来，我自己来。李老师写的，我早该告诉你。你看吧。不，我不应该看。我请你看。作为朋友。嗯。好吧。明天，我也相信你的愿望要实现了，但不是因为黄豆开花的吉兆，而是因为有贵人相助。为什么用这种方式？连长规定，不准我们见面。他真爱你吗？不知道。那么你呢？我欠他的太多了，只想尽我的一切去报答他。你们的感情是高尚的，如果有人怀疑责难，我去解释。算了吧，指导员。连长已经对你，啊，这跟你没关系。连长真的对你很关心。好好休息吧。指导员，嗯，郭银河昨天晚上哭了。哭了？为什么？嗯，不太清楚。好像他爸爸来信。骂他了，啊？嗯，让他以后别再向家里要钱。哦。指导员，来吧，好吧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这吃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阴历6月23，对吧？昨天晚上想家了吧，李班长？哎，咱们立个规矩，以后谁过生日，给他来一碗寿面，表示全连的祝贺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小郭，快吃吧。来，吃吧。别装了，你别装了，起来吧。嗯，啊，你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病好了吗？还那样。
还买什么东西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多少是点意思。我代表全连来看看你，顺便汇报一下工作。又说笑话，哪有支书向副支书汇报的道理？我已经汇报过了。等了你十几天，没法再等了。这是支委扩大会表决的结果。张志光调兵，凭什么？他提出一项军地两用技术的改革方案，对全连工作推动很大。顾云和当表吹了？哦，经过群众评议，觉得他入党动机不纯。我不在，我是介绍人，他有进步，自己主动提出，他条件不够。最近有人提议，缺编的机准炮班长，用自建工艺的办法选拔，我同意了。你看呢？哎，连长，失陪了，咱们该好好谈谈了。没工夫，团长在家里等我下棋呢。那就自便吧。我找政委打扑克去。站好！哎，等等。哎，好了，照吧。啊，别动啊！哎，好的，下一个，十七号到。刚才照的不错，挺精神。你叫郭英和？对，我要照三张。知道知道了，来，站好。哎，别动。好，还有两张啊。知道知道了，再来一张。来，站好。哎，别动。好的，最后一张了啊。嗯，你走吧，团长。你答应给我换机法了。军队要精简100万，哪有地方给你换？我让你走棋。谢门公太傲气了。政委可说他是个人才比头子蛮硬的。哎，你让他多抓一抓嘛。他抓了些什么？他抓卡了郭英和的党表，数次惹大王当标兵，还拿东西收买人心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嘛！他还要自建工艺选班长，这不乱了套了吗？什么？自建工艺啊？连队里还能搞选举吗？上了两年大学，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副军长过两天要来看地形，少不了要上你们那儿溜溜成吉思汗边墙。你呀，跟我回去一趟。毛遂自荐就是自己提自己。自荐是发现人才的一种办法，可是有些人受习惯势力的影响，往往把自荐误解为狂妄自大。2000多年以前，如果没有毛遂自荐，赵国还请不来楚国的救兵呢。所以希望大家学习毛遂，出以公心，勇敢地自我推荐。我，他是谁呀？哦，郭云和是个干部子弟。大家等一会儿再议论，看看谁还自荐。我，大家安静一下，看看还有自荐的没有了。如果没有，我向他们提几个问题，请他们俩回答，然后大家再议论。刚才大家照相。用的是120胶卷还是135胶卷？我没去照，没看见相机。我不知道。用的是120胶卷。一个胶卷最多可以拍几张照片？120能照120张吧？最多能拍16张。郭云和，
你是第几号照的？17号。嗯，一个胶卷最多只能拍16张，郭英和呢照的是17号，照相机里一直没有换卷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照相机里没装胶卷。什么？怎么没装胶卷？你是不是空人？说的对。大家静一静，我已经把照相师傅请来了，让他解释解释吧。同学到。啊，首长，同志们，我不是骗子，我有证明啊。那给，我是复员兵，生产队都承包了，人多地少，我不想和大家争嘴才出来照相。我们生产队很穷，拿不出钱来啊。你买得起照相机，买不起胶卷，那套东西都是租来的，租款还欠着人家的呢，实在没办法才想出这么一招。我想在空照上一个半月，把收上的钱马上买齐设备，然后再一一补照。首长，同志们，我这等于回到了部队，求你们帮个忙啊。好，请坐吧。这件事说明我们国家还很穷，多学一手就多一条出路。就军队来说，知识也就是战斗力，诸葛亮帮助刘备打了那么多胜仗，凭的什么？就是知识丰富。好，下面我再提一个问题。斯大林说班长是军中之父，拿破仑说班长是军中之母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强调班长的重要性，没有班长就没有军队。前一句话，班长要像父亲那样的严格要求战士，后一句话，班长要像母亲那样的爱护战士。这个事儿先不做结论，一会儿请大家评议。团长，那好，我来提个问题，谈谈你们对当班长的见解。积极领会上级意图，带头服从指挥。还有呢？郭英和说的很重要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高明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能力，还要取得战士的信任，要信任到把生命和未婚妻交给你都不担心的程度，才能指哪儿打哪儿。嗯，我看不必再提问了吧。嗯，是。休息15分钟。请。起立。任命班长能不能用这个办法可以研究，我同意把张九光提起来当班长。好，你先开会去吧。是。简文公这个人不错嘛，政委说他是个人才，你呀好好配合人家工作，不然要闹出笑话的。嗯，连长，我对不起你。是，笨蛋，比人家张志光差那么远，还120张呢，让我怎么听你说话？我欺骗了你。我早就发现你不像个高中生。我是个农村兵，不是高干子弟。什么？你爸爸不是老党员？是，可他是农民，不是高干。那你姑父不是部长？嗯，是清华尉迟礼阀部部长。你混蛋！连长，我一直想坦白，可一直没勇气。你是在搞政治欺骗犯法吗？连长，我可没想骗你呀，那都是大伙瞎哄的。说什么
我是高干子弟到连队镀金来的，我说我不是，可他们硬是我装蒜保密。后来我见高干子弟势必咱们进步快，所以我也就我送你上军事法庭。连长，我冤枉啊，为了想进步快点，那钱花老了，这您是知道的，每回跟家里要钱都得挨顿臭骂，我躲在被窝里哭过好几回。你活该。连长，我是活该，但咱们总算够哥们吧。什么哥们？哥们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连长，我爸又来信了，说咱们生产队买了一辆汽车，没人会开，叫咱们连帮个忙，培养一个司机。连长，我不想当班长，也不想进军校了，您呐就让我学开车吧，人家生产队情愿出2000块钱的学费。你以后少来这套。大爷，哎，显着大员来了啊，就叫小显吧，这样多亲切。小显姐，小显，哎，你的两盆花怎么样？呵，够到长春参加展览的水平了，过奖了。真的，您尽心了。一个小孙子，两盆君子兰，是我越活越带劲儿。这都是儿媳妇的一片孝心呀。啊。李老师不在，当差去了。哦，有事啊？啊，眼看要入冬了，这里里外外有什么要整治的，我们俩来帮个手。就怕麻烦你们，已经整治好了，你们检查检查看哪里不合格，就称整治一下吧。好。显指导员，里外都检查了，合格吗？我们又来晚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家务活这副担子我挑得动，咱们不缺劳力，对吗？哎，给妈妈，不能拿着玩啊！妈妈，给我，给我！别闹，别闹！我要，我要！爷爷叫你呢，快去吧！啊，听话。让孩子玩嘛，摆着干啥？要依他性子，早弄坏了。再说，他懂得什么呀？请坐。啊。给。好。李老师。嗯。你上次要个校外辅导员，我再三考虑。还是不派刘明天为好。为什么？我理解你们的感情是高尚的，可他毕竟还是个义务兵啊。李老师，你别难过，你放心，等他服役期满了，我保证帮助你们。你别说了。怎么？我错了？
你错了，我也错了，是我把你看错了。我原以为你是个马列主义者，没想到你原来是个庸俗的好人主义者。刘明天是个心善手巧的好司机，可我从来没有爱过他。相反，他刚压死我丈夫的时候，我恨死了他，恨不得判处他死刑。是我公公说服了我，我才谅解了他。从那以后，我像姐姐爱护弟弟那样的爱护他，他像弟弟帮助姐姐那样的帮助我。别人说三道四，我都忍受了，可你也。太伤人心了。我是教书的，从事精神工作。我的理想伴侣也应该是从事精神工作的，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共同语言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成了寡妇就没有这个权利了？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权利，即使没有，我也不会用同情、怜悯和爱护去和一个我所不爱的人结婚。我喜欢你抄在这上面的这首诗。同处逆境的刘明天和我，就是靠这种友谊克服了困难。你能理解和支持这种友谊，可以说比创造和享受这种友谊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。爱情就应该是更高精神境界的产物。这是我的看法，很可能让您见笑了。你到这儿不过两个月吧，可你的秘密泄露不少。那个女放映员固然不配你爱，但也怪你自己对爱情理解的肤浅。原谅我信口教训大机关下来的指导员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是出于信任才这样说的，也算向你汇报思想吧。连长，哦，来了，找我有事啊？有个难题儿，请你来解决。什么难题？你先坐。团里要那个袍子招待首长。我说刘明天肯定不让杀。团长说，你跟刘明天关系不错，让你做做工作。这不好吧？是个难题儿啊。团长说拿一头猪换，你答应了，白给也得答应啊。杀一只狍子容易，要真的伤了一个战士的感情，那可就难办了。军人嘛，不能总是感情用事，首先要懂得执行命令。这不情况特殊吗？你要是伤了他的感情，他就不懂得执行你的命令了。你这样替他说话，他就更不懂了。我保留意见，谁同意的谁执行吧。
早料到了。得罪人的事儿，还得我去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不能杀！